腾讯体育室，北京时间8月1日上午，在2018国际冠军杯的一场比赛中，托特纳姆热刺1-0小胜 AC 米兰。比赛的第47分钟，恩库杜攻入全场唯一入球。作为英超劲旅，热刺此前已经进行了两场国际冠军杯的交锋。他们先是4-1大胜罗马，随后在90分钟时间内2-2炸平巴塞罗那，点球大战遗憾落败。而 AC 米兰在此前的一场国际冠军杯赛事中90分钟内1-1战平曼联，点球大战告负。此番狭路相逢，两队都希望取得胜利。这次本场由略伦特和小卢卡斯领衔出战，埃里克森和孙兴民两大球星替补待命。米兰方面，苏索、库特罗内和博里尼构成锋线三叉戟，中场则由夏尔汉奥卢领衔，穆萨基奥和罗马尼奥利构成中卫组合，门将则是雷纳。第13分钟，阿莫斯传球，恩库杜的远射被封堵。一分钟后，苏索右路传中落点极佳，可惜库特罗内包抄电视慢了半拍，没有碰到来球。第21分钟，坎西突入禁区，又一尝试攻门高出横梁。第27分钟，苏索禁区右路传中，库特罗内抢点头球攻门，被乌尔姆射柄扑出。第30分钟，小卢卡斯送出妙传，阿莫斯的远射没有打上力量，球被雷纳轻松没收。第31分钟，卡拉布迪亚左路传中，库特罗内的头球攻门稍稍踢出右门入网。一分钟后，恰尔汉奥卢弧顶处断球，凯西的扫射被挡了一下后擦着门柱滚出底线。第33分钟，卡拉布里亚的远射打飞。第37分钟，凯西中路分球，苏索禁区右翼的攻门滑门而过偏出远角。第41分钟，恰尔汉奥卢的远射被封堵。第44分钟，恰尔汉奥卢传中，库特罗内包抄攻门被沃尔姆扑住。半场结束时，双方战成0-0平。第47分钟，卡拉布里亚后场左侧横传出现致命失误，恩库杜前场断球后突入禁区左翼大力爆射，球被唐纳鲁纳扑了一下，依然飞入球门左上角。这次1-0领先 AC 米兰。第50分钟，博里尼传球，恰尔汉奥卢的远射被加扎尼加奋力挡出，随后卡西禁区右翼的大力攻门又被加扎尼加化解。第54分钟，AC 米兰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，恰尔汉奥卢的直接攻门稍稍踢出左门柱外。半分钟后，卡拉布里亚后场再度出现失误，恩库杜突入禁区单刀攻门被唐纳鲁纳扑出。第58分钟，马尔什远射偏出左门柱外。第79分钟，安东内利头球摆渡，洛塔特利的攻门没有打上力量，球被加扎尼加扑住。第85分钟，卡西传球，哈利洛雷奇远射没有威胁。第90分钟，卡利尼奇禁区外的攻门被封堵。一分钟后， AC 米兰获得绝佳的单刀机会，但安东内利左路突入禁区传中力量过大，卡利尼奇没有跟上错失良机。第93分钟，安东内利头球摆渡，毛里跟进爆射偏出右门入外。最终这次1-0小胜 AC 米兰，双方出场阵容：托特纳姆热刺 4-4-2， 门将3号沃尔姆46分钟，22号加扎尼加后卫，37号沃克皮特斯，6号达文森桑切斯92分钟，38号卡特雷克斯，56号埃约马，42号吉奥吉乌，77分钟，33号本戴维斯中场，53号马尔什77分钟，24号奥里耶，40号阿莫斯，52号斯基普，4号恩库杜前锋，18号略伦特63分钟，7号孙兴民，27号小卢卡斯63分钟，23号埃里克森。 AC 米兰 4-3-3， 门将25号雷纳46分钟，90号唐纳鲁马，后卫20号埃巴特69分钟，31号安东内利，22号穆萨基奥，13号罗马尼奥利，2号卡拉布里亚中场，79号卡西。
73号洛卡特利，10号加尔汉奥卢78分钟，4号毛里前锋，8号苏索46分钟，77号哈利洛维奇，63号库特罗内78分钟，54号加尤特，11号博里尼69分钟，7号法利尼奇 Ben C and 免责声明。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